到珠海这边订了个酒店，明天去澳门。这酒店108，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。看这是不是？哦，是这里。看一下108的，还可以吧？性价比怎么样？这是酒店呢。108的酒店，有拖鞋，在泰国啊，你不管住什么酒店都没这种拖鞋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那边是不穿拖鞋的吗？108住了2个晚上，哎，看着这个洗手间，还好吧？这边离贡北好像还2公里多路，我明天走路去，反正就是玩。这里一个大电视，这边酒店性价比还挺高的，几十块钱的都有。但是不想走了，这里停车比较方便，没那么拥挤，停车免费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在别的地方停车也要钱。哎呀！刚刚办理入住上来，108的住了2个晚上，看一下这个酒店里头好不好？我感觉也差不多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在昌平，我住100的酒店也有比这个还大还好，在昌平的酒店。现在太累了，昨天在车上睡了一个晚上，在酒店睡一觉，晚上再去转一下。在珠海这边，明天早上清早去澳门，还有1000块钱港币，把它用完再说，应该不需要换那些澳币吧？在听说在澳门可以，直接用港币，就不用换了，2瓶免费的水。在泰国也是，但是它有冰箱，有的。有的是没有的，这么100来块钱都是没有，最多是一个垃圾的那个保险箱，就这样。最让我那个，就是说不爽的，就很多酒店都是没有这种拖鞋。在泰国旅游城市真的是性价比很低，酒店是。看一下那栋楼，一直在出那个字。全装了彩灯，一直上就是贡北口岸。看着那个路标，莲花路还在那一边。看着这个天桥，那边好像是莲花路，往那边过去就。往这边上去吧。中珠大厦对面那栋楼，这边这个天桥也是亮啊。上去那边就是贡北口岸。网上这边车流量还是不大。现在8点多钟，这里是一个市场，口岸市场。口岸
上商场应该是5点钟的时候人最多，5点到6点钟人是最多的。购物广场，这里公交站，往那个进口岸那里去看看现在时间。下面的店还是好旺啊，这边的店比深圳罗湖口岸旺得多，这代表这边的人流量比那边多得多。这边好多卖卡的，要不要买一张那个奥米的卡？划算一点，还是直接开通这个漫游好一点？明天再来问一下你们。明天，全都是卖卡的。请来这些小姐姐在这边。还是好多人啊，在关口。有时间了，在关口还是好多人。你要见识。我感觉澳门这边去澳门打工的多比较少。国庆节的这些宣传以来的，这边买卡也贵，反正这种人流量大呀，你急用的东西都贵，要出卡。
这人还是挺多。好多人都是在那边上班的。都是在那里上班的人多。来魅力假日酒店啊，应该这里那个酒店算牛皮的酒店了吧。哇塞啊，那里还有个大酒店，哇，这真的雷哥比深圳考上出一次人的还多。真的考上这个平时还没那么多人。哇，前面是个好漂亮的小姐姐。穿的有点性感。这里是货币堆放。人民币106，港币，马币，新加坡币。新加坡币跟马币都可以通用啊，对对对。其实这个地方的汇率是最低的，跟机场的汇率也是最低。我上次就是到机场换的那个港币，一点都不划算。临时车都在那排长。购物广场，这个老板想朋友，
这边停车其实还很有人性化，差不多这7块钱一个小时的比较多，7块到10块。号的都有啊，这是哪里的？有上面的吧？粤澳。啊，那个车牌。路上好多美女，全都是年轻美女，还是挺热闹的。人还是挺多。我看一下往哪一边分。走了好远了。